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突然说要流放，而且把姓魏的人手撤出就不少，所以才有了机会能让姑娘见见世子。虽是走得急了些，但幸亏你及时告诉我，我若是未能赶上送她一程，我心实在难安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前面就是了，门锁我已经打开了，虽然暂时不会有人来，但还是快点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嗯。 别动！不是说圣上有旨，不能对你和侯爷动刑吗？他们竟然敢打你！敢来这种地方，长本事了。你身上的伤还没养好，此去黄州，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。薛姨，前些日子找我麻烦。 不过动手的人都知道圣上的旨意，不敢真动私刑。这都是做做样子，看着吓人，一点也不疼。我自小挨过我父亲多少打呀，别人不知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好啦，瞧你这呆呆傻傻的样子，我便是真去了黄州，只怕都放心不下。 燕翎，我其实不傻的。我知道，提前发现薛家的图谋，给我们通风报信的是你，寻来周银之，买通新五卫给我行方便的也是你，想必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，都是你在帮忙吧，宁宁，谢谢你。你永远都不必谢我。 这些日子在这儿，一个人把很多事情都想清楚了。可还有很多事情，怎么想也想不清楚。宁宁，你对我这样的好，我也待你那样的好，可为什么你就不喜欢我呢？